老张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女儿啊，你是来干脆让我们死了算了，你干嘛一点诚意都没有？老张，你这是开玩笑吗？我不要了这门婚事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我都跟他说好了，我是真心要嫁给你的，我决定要跟他分手，不会再跟他来往的。你说什么？走啊！你确定啊？你也那么爱钱呢？你要给我保证啊，是确定要嫁给我？我确定，我发誓。你真的爱我？说一句，啊，女儿，我爱你。女儿，你就说嘛。我爱你。岳父，女儿我带走，钱你拿去看病去了。老姐，你要好好的待我的女儿。哎，您放心。哎呀，我的臭豆腐一开张以后，生意还是真是不错。哎，哎呦，我的老客人小飞来了，小飞，哎，来下了班了，到这来吃点东西。欢迎欢迎欢迎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哎呀，你好。自从啊，老张死了以后，你还是一样，每天来跟我捧场。哎呀，您这臭豆腐也是越来越知名度越来越高。有没有闻到味道？这刚薄加了加干口。嗯，今天也来一盘。那当然了。哎呀，但是啊，要吃之前。我们先唱首歌，还唱首歌，当然了，那娱乐性又吃又唱的，那更有意思了。来，哎呀，好有意思，烧肉粽，来，哎呦，要把它改成臭豆腐啊，臭豆腐。猪鼻猪汤，爱命郎，父母本来真疼痛。我告诉你，我终于遇到知音了。哎呀，有意思，照平常一样来一盘，赶快的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哎，有客人来了，那就又有客人来来来，照惯例啊，客人来，这样好了，好了，生意要紧，来，我来自己接，来来来，你先帮我带一下，好，是的，我要忙那边，好，招呼一下，哎，客人欢迎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的肚子饿吗？有一点哎，我们吃点东西嘛。好啊，先生。小姐，哎，你们起来冰豆哎，还是来吃东西？随便的。我们要吃牛肉面。哦，我要臭豆腐吧。那个面摊子老张早就死了，骨头都已经化成灰了，还那面，我这卖臭豆腐。那给我一碗灰吧。啊，好，随便的，没关系的。那有什么你吃什么了？臭豆腐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其实你真的知道我很在乎你吗？我晓得啊。为什么？可是我，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你不是，派谁？好厉害啊！哎，我们还是老板，你小心一点嘛。我们坐到前面好了，走远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你觉得我对你不好吗？你对我很好啊，可是我有什么啊？你坦白跟我说嘛。我，你说我有什么做的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嘛，用口说啊。我，你不是爱上了别人了吗？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去爱上别人？你不要怀疑我嘛，只是我真的，你真的有苦衷啊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，你还是问我爸好了，他等会就来了。关你爸什么事？你爸也会来啊，你早点跟我说，我换好一点衣服啊。不用啦，你怎么穿都帅，你干嘛还要换衣服呢？那就是实话了。他像。你是？哎呀，我找了半天呢，你是在什么地方？你这女儿。我。
控制一点吗？先生，去注意一下环境卫生啊。可以。嗯。爸，这样好恶心啊。啊。伯父你好。你好。是。你好。干什么？小便啊？啊？不是。啊？我们。这是干什么的？他就是我说的那个。温兆伦吗？我从香港来，香港那个握手的方式是这样子的。不要介意，不要介意。伯父，你好像身体有些毛病吧？是，女儿，啊，你这，你没跟他说吗？我，爸，你叫我怎么说嘛？我说的话，那不是我骗他了吗？你怎么骗我？你早跟我说嘛！啊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这样问我呢？帅，女儿。难道你们两个谈恋爱？不，那是我爸耶！怎么可能嘛？这，对，我也想到不可能的呢。女儿，这是算了，这不要讲。伯父，你给我讲清楚。爸，不行啊。干涸不要喝了啊！哎，伯父你要不要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拖你回去啊！哎呀，这是哪个人没有谈嘛？这是莫名其妙的。哎，女儿，不要讲了，算了。爸，不行。老爸养你养这么大，我绝对不是要你为我做这么多的牺牲。女儿，算了，你就跟他去吧。不行，这年轻人，爸，你知道我是很孝顺你的，我最在乎你了。我不能让你这么伤心难过。那你又不说，在那个地方拖拖拉拉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这样子不是让我左右为难？我不要打扰你的心。伯父，走吧。你们两个都很清楚了吗？但是我搞不清楚啊。你跟我解释一下好吧？你真的不会后悔啊？那老爸就跟他说了啊。你说吧。年轻人，其实你的照片。我女儿早就拿给我看。哦，对，在很多商店都有卖的。笑了，我不笑，我就高兴了。这个年纪，我有机会了。妈，他是一个好人，对不对？他很优秀。可是我怎么这样子，我演不到老嘛？我一直笑，那怎么演呢？女儿，这年轻人跟你还真是适合。我不能答应你跟我女儿继续交往，你们再交往下去，她也不可能嫁给你。为什么？伯父，你跟我说，难道他是一个男人？他不会是一个男人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哥，我这个女儿啊，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。我知道，我以为我是咳嗽感冒而已，结果爸爸已经没救了，开放性肺炎呐！老板，这种客人呢？所以我没有办法答应你们这个婚事。但是关你女儿什么事？是你有病啊！你去了之后，不要打扰我。我还想活下去，我女儿孝顺，她已经答应，有一个人可以拿一笔钱给我到美国去治病啊！所以我把我女儿许配给了别人了。不可能吧？她许配给谁呀？我当然也有征求我女儿的意见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刚刚不是有讲我不愿意拆散你们，可是我要治病啊。那到底我有什么配不上他？你说。赵伦，我是不得已的，我是为了我爸，所以你知道我要医药费，我医药费你要多少？一二十万呐，一二十万台币我有啊，美金啊。台币还靠你们吗？这，那么多。温先生，所以我女儿等于这种情况是卖身葬父。她这种孝心可以说是24孝里面的
卧冰藏鲤，求鲤。女儿，你是笑还是哭？所以温先生，如果你们有缘，来生你们还是会变成夫妻。你们两个都这样子，那干脆就算了，算了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伯父，我不能这样棒打鸳鸯，女儿。女儿，算了算了。伯父，我有一个要求。爸，我跟他说，我会跟他说，我要跟他分手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跟我分手？我是不得已的，我为了我爸爸着想，我只好这么做。伯父。伯父，哎，伯父啊，陶杰，太谢，就可怜你那。伯父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我可不可以见一下那个人，看看我有什么比不上他？你叫爸爸怎么说呢？他，你说我有什么比不上他？他年轻有为，他英俊潇洒。那长得怎么样？像不像我？他跟你长得很像，可是他比你有钱。他是企业家的第二代。第二代？哎，对，我女儿。那我当然也不是傻瓜了。就是钱的问题。我女儿也不是拜金主义的，她当然也蛮欣赏那个男人，企业家第二代。那就是为了那个钱，你就把你女儿的生命断送了吧？生命倒没有了，幸福稍微差一点。女儿，我很抱歉，温先生，麻烦你走好不好？因为。那个他的未婚夫马上就来，我不走，我一定要看他。你走吧，我看到他本尊了。哎，这，那我笑不笑？钱钱钱，老子有钱，哎呀，有钱呐！有钱我打麻将，有钱我打麻将，有钱我盖洋房，有钱我盖洋房，我天天都有钱，天天耍，天天耍。伯父，老，你说的那个，老张，简老板。简老板，就在这上呀，算了，这老张，我来给你介绍女儿啊，她就是我女儿，你就直接叫她小凤凤，漂亮不漂亮？这开玩笑了，我就这么一个掌上明珠呢，先生，还没轮到你啊。哎，女儿，哎，女儿，将来是你先生，还不赶快用手去接一下？哎，你不能真的吐出来！哎，老张，请坐，来坐，坐下来谈，这是你女儿，是，拿去。去洗头去啊！洗头这么大一碟，这算什么？都拿去。先生，修指甲，我的头发也要修一下。这他是我儿子。这儿子叫他来干什么呢？这儿子叫他回去嘛。儿子，你快，你走吧，你赶快走吧。女儿啊，清白的。那当然，从来没交过男朋友。哇，哎呦，真好！你儿子起鸡了？他很难受。为什么？因为……我告诉你好了，反正我为了我爸爸。不行，我答应要嫁给你。不行，女儿，你我也必须对你诚实。你爸爸的医药费啊，通通在这里啊，20万美金呢，不能说。我不想欺骗你，他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。他，老张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女儿啊，
你是来干脆让我死了算了，你干嘛一点诚意都没有？老子啊，你这是开玩笑吗？我不要了这门婚事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我都跟他说好了，我是真心要嫁给你的，我决定要跟他分手，不会再跟他来往的。你说什么？走啊！你确定啊？你也那么爱钱呢？你要给我保证啊！是确定要嫁给我？我确定，我发誓。啊，你真的爱我？说一句，啊，女儿，我爱你。女儿，你就说嘛。我爱你。岳父，女儿我带走，钱你拿去看病去了。老姐，你要好好的带我的女儿。哎，您放心了，只要有你的金钱做后盾，我这一点小毛病，他到美国去一治就好了嘛。对不起，年轻人，接下来呢，就你一个人在这边唱一首很可怜的歌。江边敢是男儿伤心的所在，我们的故事就可以结束了。哎，走了走了，等一下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啊！这个剧情你看看。这个女儿多孝顺，这个爸爸多可怜，你们两个人是一对恋人，这个王，这是简先生是吧？是，也太残忍了吧！对，你这个剧情这样演下去，这个剧情多好啊！不是，有钱人终成眷属。哎，对，有情人呐、啊，还没听过有钱人？有钱人，有情人。不是，这个剧情这样结束就不美了嘛，对不对？得到大家的祝福嘛。来，位置调整一下，来，女主角过来，这样子。剧情来改一下，我也是觉得这个剧情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也太悲惨，怪怪的。你就带你的老朋友去看病，他们年轻人结合，这个好。那后来我的病治好了没有？你们在去医院的路上又出了车祸，又死了。啊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什么似的？这根本是演过场戏，真的真是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。这两个脸孔哪配得起来？你看。老姐，那我们走吧，带着女儿啊，还带女儿啊？剧情已经改掉了嘛，算我上辈子欠你的，见义勇为。哎呦，哎，帮你女儿找个好婆家。谢谢大恩大德，谢谢爸爸，谢谢大哥，他们还真贵呀，不好意思，赶快起来吧，谢谢。我带你去看病吧，你。哎，那他们两个还要唱一首歌。是，结束怎么样？啊，那首歌多难唱啊！无言的结局多好唱啊！哎，好，那他们俩掌声鼓励一下。来，谢谢。心渴望一份真感情，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，我的心事有你愿意听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